基本上一模一样了，一模一样。你那二一请拿。擦一下，你能不能再单眼皮？我擦个头，我倒是好了。读着我，读着我，我给。我是一个像周杰伦的人，真的很多。对啊，少数民族哎，对啊，就是一个种族哎。那个麦比那个最像，周杰伦，周杰伦，黑伦也很像。 黑伦也像吗？黑伦太像。黑伦，还可以演唱会啊。哎，对啊，黑伦。所以你笑到什么程度？哎呦，基本上一模一样了。一模一样。一模一样。你说你百分之百吗？百分之百，真的。所以走在路上会有人说我要跟你合照签名？会。真的？然后你就真的合照签名吗？合照，有合照。但是他们是以为你是周杰伦吗？ 对，他们会用很奇怪的眼神一直看着我。应该就是会尖叫吧？对，会一直看着。哇！你该不会还冒充他的签名吧？哦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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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合照而已。合照而已，合照而已。那你会魔术吗？魔术吗？可以啊，等一下可以表演一小段。你连谁？二一，请拿。 墨镜，刚刚 maybe 是墨镜的关系，拿下来。他故意在做那个，对，我懂，。做效果。墨镜拿下来 ，maybe 90%周杰伦就来了。来了，墨镜拿掉。三二一，请拿。哪里像周杰伦？还让你解释，还让你给我解释，哪里像周杰伦？解释。哪边哪边，讲一下，讲一下。 但是很多人觉得他很帅，所以就是公司的人吗？对吧？所以大家都说超像，人家请他来吗？是的，但我觉得他很像。那个卖什么品的？周炳伦呀，周炳伦，谁都像黄品。对，黑伦也超像的。对啊，最大的。他只是这样子而已啊。那不然我这样子。哎，是要侧面，还是他也是侧面？还是他是要加表演？ 你不是说你有去唱那个《国语说乐部》的压轴？你认真来一个周杰伦的。原key，原key，原key，原key。那我要戴墨镜哦。不要，墨镜不像，墨镜不像，墨镜不像。因为周杰伦很少戴墨镜。我先过来这边好。好，好。你先，我。我只能来。也不要长哈，适量就好。可是我在那边没有唱原 key， 你有降key，我降key，我降key。一定要唱原 key 啊。唱。 唱原曲又破掉，我们的心已经被击破了。我们还不能听到破音的吗？不准给我用假音哦。我只能用。不准给我用假音哦。读着我，读着我，我给。可以。你就一起破破烂烂吧。还没到高音的地方。 认真唱，你不要这边。全套，像是国语作业部那一天这样子。全套，像是国语作业部那一天这样子。没，你讲。那一天有全身的力。你说小朋友吗？你要小朋友。是这个手要90度，腋下跟这个地方要两个。腋下，腋下在哪？对，腋下这个地方。教过什么学生好了？有没有我们知道的学生？周杰伦、萧敬腾。什么？啊？你教过他们小时候？我是小时候，长大的时候。哦，长大后啊。你是说现在吗 ？Right now？ 有。现在还要跟你上课？就陪他们打球。啊？阳光型的啦。这可爱。起立，起立。我其实一直有想要学网球。我也是哎。
我是打羽球的人，因为羽球你随时都要一直这样子啊、嗯，网球也是吗？也是，一直要这样子。对，因为羽球是用这边，可是网球是用这边，是不是？对，就是哪里、啊？全身的力量。哪里？但是哪里？哪里？他只想知道哪个正确位置。就是这里而已。对，还有就身体，还有腰部，还有身体哪里？身体哪里？对。你说，哎、欸，要不要球拍接？现场试。我跳舞一样，你打的是有。小姐，要不要现场试上？我们有提供试上服务。啊，刚好他有带来，他有帶來。对，啊，你 OK， 等下帮我填表单。OK， 好。嗯，试上免费，试上免费。因为你是应该帮小朋友吗？你要有小朋友。是这个手要90度，腋下跟这个地方要2个90度。腋下在哪？对，腋下这个。你不知道你的腋下在哪？我真的我忘记了吧？因为上课很紧张嘛。就像你说腋下在哪里啊？对，就像羽毛球。腋下在哪？这里对。哪里？我感觉对，我感觉不到。他没有什么神经啊，好像2个90度，然后我们要测。等一下这边。对，腋下都在那边，就像羽毛球的杀球一样，然后球从那边来，所以我们会指球。哦，对，一定要指球。对，然后球来的时候往上推，对，然后打到球的时候要在最高的地方打到。哦，最高点。然后要往下打还是往平打？往下打。可是我对那个墙的时候都是这样子哎。正拍，对，这个不是杀，就是正拍。对，正拍就是应该学最基本的吗？对，因为你刚刚说杀球，正拍的话就是这样，我们就摆在旁边侧身，让每一颗球都在你的两个中锋上面。所以我脚要过去那边。对，所以球落在那边，你要跑过去，脚要移动。哦，所以是。对。什么意思？你是说球来了，然后要2点钟，然后就打？就是你要让每一颗球在你的这个位置。所以假设球从这个地方来，可是他如果球就是跑到那边呢？没关系，我有球，我听不懂啊。对啊，他一直讲2点钟，他只想跟你约凌晨3点钟。哪有啊？我认真想学好不好？就是球如果从这个，我们现在侧身摆出来。好，就是6点钟方向，然后对啊，我脚的位置就是这样横嘛。对，这样子，然后我们的球会在这个地方，所以球从对面来，我们会在这个地方打到球。嗯，那如果呢球在这呢，我们要移动。嗯，对，那如果球在这呢，我们不是朝往这边，对，我们要移动。对，让每一颗球的位置都在这个位置。哦，所以你打到球的地方，我要配合球就对了。对，我们要去找球，为什么？瞄眼睛。我是明星哎。我就打给你，打到里面去。每一颗球打到里面。他要配合我吧。我可是 international professional superstar， who are you？ 你是一个爆啊！你后面不要算了，这位家长，这位家长，老师你投给我，让我发好了，教练，快来让我打。你要算，弹起来就打。等等，什么？弹起来会打。二的时候，哦，我喊打是不是？好，弹起来打。对，星期五，对，就这样。哎，很棒，很棒，你来了，球都听你的，你看。对，我打到了手机了。等一下你就打了，就算打了，可以耶，可以啊，我是有天分的，对不对？有天分的，你还有时间教别人吗？有啊，只要是你就一定有时间。哦，所以我以为你愿意教吗？可以。啊？谢谢。